科技馆的活动呢，其实对小朋友对未来的 AI 或者是人工智慧一些 AR 或 VR 的扩充实境，对于未来都会很有帮助。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在歌道的部分，因为其实可以让小朋友从小就懂得知恩感恩、知福惜福，让他们知道说每碗饭都是那么的不容易。这天气超级热，可是就是大家都很辛苦，戴着斗笠，然后拿着镰刀在那边割那些稻，然后就觉得很像是自己的心血收成了。小朋友他们就需要陪伴，那我们又可以一起从事一样的事情，一起分工合作，有点团队的感觉。每个人不管是企业或是个人，就是如果你有多一份的心力，你就多回馈在这个社会上。那我们就是适度的去回馈在这个社会上，这片土地上，那就达到一个我觉得社会共荣的一个景象。因为爱，责任在，全球人寿在。